团穿起来只能说呢，就是让你多看我几眼。后背呢是做松紧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。裤子是刚刚好，完全不会让你露什么屁股蛋。那简单搭一个凉鞋，或是你有晚宴的高跟鞋都可以。而且我完全没有搭配什么任何的特别的配件，就一副珍珠耳环。我帮大家做口袋，这个口袋很深，可以放 iPhone， 不会掉出来的。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扣环。说真的啦，穿久了它肯定会褪色。这种东西漂亮，但是呢，它却很难保存。这个环呢、已经是妞妞挑最高级、最高级的工厂了。它不是正一般的雪纺，因为雪纺就是薄薄垮垮的。但是你们会发现我穿起来整个人很挺，而且它的 S 号其实没有到很小哦。穿我觉得都很 OK， 那妞妞本身就是比较瘦一点，所以你们穿起来我觉得撑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妞妞这边裤子都有帮大家做打折，其实就是在修饰你们的下半身，因为我后面是做松紧的，所以你的胸部就是它自然的是可以撑起来的。白色有没有看起来光鲜亮丽的，非常非常的唯美，非常非常的气质。我今天是穿黑色的，但是呢里面因为有做双层，所以呢它的透感基本上我觉得是不会透的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透，你每一个人对透的程度不太一样。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好看？蓝色啊跟黑色白色完全不同感觉，蓝色就是又有点那种仙女下凡。后面是松紧，所以你胸部是直接可以撑起来了。